是哈，那边是台科大，那边讲不好就是讲出来了，对，是一般测试的方式哈。然后我现在我来做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把手持的店改在那个 RX100M7 上面，我把手持的店改握在 RX100M7 上面。我们看一下，因为毕竟支点在那个谁的上面，谁应该会比较稳。现在的支点是在 RX100MC 上面，那我们试试看，但也可以来比较一下，这样比较不会不公平的。对，那如果我现在改双手持，但双手持的话，应该就会是不知道有没有更比较稳，这个到时候影片出来才知道哈。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会拿手机，我们来用跑一段，就是 RX100MC 还有 GoPro 6吧，不用跑的。